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线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感谢 KubeCon 给我们提供的平台。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借助 RBAC 与 KubeFeed 实现 K8S 的多集群与多租户管理。在开始分享之前，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万鸿明，目前就职于青云。我是 KubeSphere 社区的核心贡献者，主导 KubeSphere 多租户安全相关的 SIG， 热衷于开源与原生安全领域，希望能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包含下面四个部分内容。首先，我会向大家分享一下 KubeSphere 的多租户模型与架构。紧接着，我会讲一讲在多集群环境下 KubeSphere 是如何实现资源的软隔离。说到多集群，我会再展开讲一讲 KubeSphere 是如何利用 KubeFeed 实现跨集群的资源同步。在使用 KubeFeed 的过程中，我们还采用了代理连接的模式来解决集群之间网络连通的问题。多租户是一种软件架构，指的是多个多组用户共用一个基础资源池，实现软硬件资源的共享。对于企业来说，多租户的意义在于大家可以共用一套系统，而不是拆分成多个独立的子系统进行管理，造成人力和计算资源的浪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多租户：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开发的一个服务运行时，可以同时提供给多个客户使用，并且客户之间的数据是保持隔离的。从服务的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你我作为不同的客户同时使用一个公共的服务时，我们的业务是互相不受影响的，就好像在使用独享的服务一样。基于 K8S 的多租户方案，可以提高集群的资源利用率，实现统一管理与资源调度，降低开发运维的成本。目前 K8S 社区多租户主要有两个解决方案，虚拟集群和 HNC， 也就是分层命名空间。但是社区的活跃度和成熟度并不算太高。在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多租户的形态多种多样，一个解决方案很难覆盖到全部的使用场景，很难抽象一个通用的租户模型。基于 K8S 的多租户，根据使用者的规模不同，有非常多的形态。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第一类是 PaaS 化的容器平台，这类类似公有云的容器平台，因为租户之间是互相不信任的，对数据隔离、网络隔离、节点安全、容器运行时的安全都有较高的要求。第二类是大企业内部的容器平台，相对于 PaaS 化的这类公有平台，企业内部租户之间的信任程度更高，但是需要适应更为复杂的组织架构，更注重逻辑层面的资源隔离。第三类是小企业内部的容器管理平台，组织架构相对简单，租户之间的信任程度更高，只需要提供基本的逻辑隔离能力就可以满足使用。 KubeSphere 的定位是企业级的容器管理平台，所以需要以逻辑隔离能力为基础，尽可能多的提供网络物理隔离能力。 K8S 中并没有租户这样的概念，但是它提供了 namespace 作为基础的资源隔离单位。如图所示， RBAC 访问权限控制就是 K8S 的访问控制的核心功能。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组织架构往往错综复杂，如果将 namespace作为最小的租户单元，我们在很难抽象出一个更小的授权单位。和 HNC 的做法类似， KubeSphere 选择了增加资源层级这条路，在 namespace 之上拓展了一种叫做 workspace 的资源层级，作为最小的租户单元。在 KubeSphere 的租户单元下，支持成员管理和资源管理，
租户下的成员之间可以通过互相邀请的方式邀请对方参与项目的协同。如图所示，一个 workspace 可以纳管多个集群，一个集群也可以被多个 workspace 所使用。workspace 再往下的资源隔离层级就是 KBS 中的 namespace， 一个 namespace 只会属于一个 workspace。 这里的 workspace 并不表示一个特定的实体，更多的是一种层级的属性。我们学习了 K/S 的模式，将资源进行了分层。除了 K/S 中 cluster、namespace 这两个层级，我们在 Kubesphere 中还额外的增加了 global 和 workspace 这两个层级。不同层级需要负责管理集群中不同类型的资源。比如 global 这个层级需要管理的是平台用户、成员集群这一类高层级的资源。第二级是集群层级。集群层级主要是针对单个集群下的资源进行授权，可以允许平台中的用户去管理指定的集群。第三级是 Kubesphere 中的租户层级 Workspace。Workspace 可以获得集群的使用权限。在 Workspace 这个层级下，主要关注的是 Namespace、Workspace Member 这类直接归属 Workspace 管理的资源。再往下就是大家熟知的 namespace 这个层级。namespace 可以属于某一个 workspace。在 namespace 下，我们更加侧重的是对 workload、secret、config map 这类 KBS 原生资源的管理权限。为了能够实现 workspace 层级的资源隔离逻辑， Kubesphere 对 KBS 的 API 进行了拓展。在使用 KS 的 API Server 的时候，支持使用 Workspace 层级的访问权限控制。比如图中 KAPIS 下的 Workspace 路径就表示访问的是 Workspace 层级的资源。KS 的 API Server 会根据 Workspace 下的角色去对用户进行健全。为了支持多集群环境， Kubesphere 还借助 Kubefeed将 Workspace Role 与 Workspace Role Binding 写入到所有的成员集群中。 Kubesphere 控制平面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借助 Kubefeed 去分发数据。除了基于 RBAC 的逻辑隔离之外， Kubesphere 还支持了 Workspace 这个层级的资源配额的管理。这里借鉴了 OpenShift Resource Quota 的做法，通过 Validating Admission Webhook 在 Pod 创建的时候对租户资源配额进行检查。同一个 Workspace 下的 Namespace 共享这个 Workspace 的配额设置，还可以和 Namespace 下的资源配额同时作用于这个资源的创建过程。不论是Namespace 下的资源配额超出限制，还是 Workspace 下的资源配额超出了限制，资源的创建都会被直接拒绝，以此来实现 Namespace 之间的配额共享。在多集群环境下， Kubesphere 的控制平面也可以借助 Kubefeed 去同步这些配额数据。我们再来讲一讲 Kubesphere 的多集群方案。在 Kubesphere 中，我们选择了 Kubefeed V2 作为多集群管理的核心。集群分为 Host 与 Member 两种角色。通过 Kubefeed， 我们可以分发 Kubesphere 控制平面的核心数据，比如 User、Workspace、Workspace Role、Workspace Role Binding 等等。借助 Kubefeed 便捷的资源调度、跨集群的编排能力，我们实现了多集群的管理功能。随着 KBS 集群的规模日益增大，
多咨询的管理诉求也会变得越来越多。CryptFair 在去年发布的 3.0 的版本中就支持了多咨询的管理能力。在项目开始之初，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要么跟着 CryptFair 走，要么选择自研多咨询方案。但是 CryptFair 的 V1 的版本确实达不到使用的要求，我们当时也犹豫了很久。但是随着 CryptFair 的 V2 版本发布，我们发现 CryptFair 已经可以基本的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比如提供基础的跨集群的调度能力，支持资源的差异化配置，支持简单的集群调度策略等等。所以最终我们选择了 CryptFair 的 V2。经过了2年的发展，像 Kamada、OCM 等诸多的多集群管理方案也在逐渐的崭露头角，这也为我们的多集群管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以看到图中 CryptFair 的最为核心的两个就是 Cluster Configuration 和 Type Configuration。 我们需要将现有的 CRD 资源进行联邦化，可以通过 Template 去定义我们需要分发的联邦资源，通过 Placement 去指定我们需要将这个资源同步到哪些集群上去，通过 Override 字段我们可以去针对不同的集群进行差异化的配置。同时 CryptFair 的 V2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跨集群的 DNS 和调度的问题。CryptFair 中多集群管理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传统的集群托管的方式，这种时候使用者需要进入到单个集群中去逐一的去创建资源，这在我们需要将一个工作负载部署到多个集群中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复杂。这个时候我们就支持了 CryptFair 提供的联邦项目与联邦的资源管理，我们可以利用 CryptFair 提供的跨集群的资源编排能力去实现我们刚刚遇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联邦的工作负载，跨集群的去对这个工作负载进行调度。同时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集群进行差异化的配置，如图中所示，我们可以去指定我们需要调度的集群，我们需要调度到哪几个集群上面去，我们就进行勾选，为不同的集群进行差异化的配置。我们可以去配置环境变量，配置不同的启动命令等等。既然 CryptFair 这么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总是惦记着 Kamada OCM 呢？因为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 CryptFair 提供的 CryptFair 的 CTL 使用起来的非常的繁琐，创建联邦资源的时候需要复杂的配置，将 CRD 资源联邦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中间对象，这些中间对象如果需要通过命令行进行管理会成为非常大的负担。除此之外，社区的活跃度也一直不温不火，所以我们并没有将联邦项目作为多集群管理的唯一选项。我们尽可能的屏蔽 CryptFair 的底层实现，为多集群方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集群的连接方式。在 CryptFair 的集群联邦模式下，要求 host 集群到 member 集群的网络可达，传统的隧道代理方案实施起来相对的比较复杂，我们提供了更为简单的代理连接的模式，通过 member 集群运行的 agent 连接到公开的 host 集群，创建一个正向代理隧道。基于这种方案，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集群纳管。上面两张图较为详细的展示了这个代理连接的过程。受起手的启发，通过 Agent 与 Tower 组件创建连接，建立一个加密的代理隧道。相较于直接连接 Member 集群去控制 Member 集群的控制平面这种方式，代理的方式更加的安全。多集群环境下 CryptFair 对资源的访问权限控制
校验实际上是在 member 集群中进行处理的。通过 host 的集群中对请求进行代理转发，这么做可以减小集群之间的数据同步的压力，不必再将集群之间的权限数据进行全量同步，也保证了每个集群都可以进行独立的健全，不同的成员集群之间是对等的。即使 host 的集群发生异常，对 member 集群中的访问权限依旧受到预设角色的影响。同一个用户的资源请求，不论是直接发往 member 集群，或者是通过 host 转发到 member 集群，最终的结果都会是一致的。通过 API Proxy 可以支持最简单的多集群纳管模式。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可能我描述不够仔细，但是你可以到 Kubernetes 社区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在 Slack 与我们直接的交流。欢迎大家关注 Kubernetes 社区，谢谢大家。